在上半版本的跃迁活动中，开拓者可以在卡池中获取限定五星角色黄泉与限定光锥行于流逝的案，四星角色加拉赫也会加入本期跃迁。那么在下半版本中则可以获取限定五星角色沙金和限定光锥命运从未公平。同时在 2.1 版本前段，限定五星角色罗刹与光锥关的回响获取概率将提升。后段跃迁活动中，限定五星角色静流和光锥此生而建的获取率将会提升。此外，在跃迁的卡池中，我们还新增了四星存户光锥两个人的演唱会。哦，那个是小时候的星期日啊。没错，这里确实是小时候的星期日和知更鸟。